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:35。加权指数间开低走高，最多涨了65点，收盘小涨23点。我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了，记不记得？不信，赶快再把昨天的节目再看一遍。我昨天已经预告了，2天之内台北股市会守半年线。我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，昨天跌168点，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已经重复的一直说，啊，我不是只说一次而已哦，我是重复一直说会守半年线，做出强力的反弹。你看今天半年线正好守住，还踩了2只脚，涨上来127点，从最低点上来127点。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预告了，这个就是时间密码，这个就是时间密码。但昨天晚上欧美股市还是跌的，好，这里面尤其美国跌287点，贸易战没有一个受惠的啦。你美国把大陆打趴了又如何？你自己也讨不到便宜嘛，是不是？自己也是要受害嘛。昨天川普啊更扬言，如果大陆敢报复的话，他会再提一个2000亿的惩罚型关税，2000亿美元的商品啊的惩罚型关税，所以让欧美股市昨天再跌一天啊。可是我昨天说过了，2天之内守半年线之后会上来，哎，果然今天就上来了。你今天还没再去砍低，有没有？今天再砍低就不对了啦。你要等它弹上来之后再卖嘛，有时候那种先后顺序很重要，但行情在走的时候会考验你的心态，会考验你的判断是不是很睿智。你看上礼拜我一直在卖股票，顶礼拜我一直在卖股票，好不好？上礼拜我一直在卖股票，我还提醒你，懂得见好收，要会见好收。你看我卖的股票，我顶礼拜卖的股票，润泰拳，我卖了64块诶，今天剩下62.4，最低61.9。我卖南亚科，卖97块钱的，我卖97的，卖完料是不是落来？我卖华邦电，卖21的，卖完之后今天剩18.9，都很漂亮啊，拢真水啊，精力。精力当然是没下来了，可是我赚了40%，放在口袋不是很好，懂没？所以该卖你要舍得卖。4114剑桥，我卖34块，卖完之后掉下来32，赚的不多没关系，保住利润，先撤退再说嘛。我今天也卖了6180的橘子啊，我今天卖6180的橘子，我77块钱卖的。卖完之后一度跌到 72.6， 是不是卖得很漂亮？我橘子我是有点惜售啦，我6566买的，涨到84，我80先卖了一次，它在平台上面一直撑，因为即将要来暑假了，所以如果停利点没来，随时它有攻出去的机会。可是我守停利点，如果停利点一到，我毫不犹豫我会出去。今天停利点77到了，我撤退。你看盘中一度跌到72.5，哎，77到72.5，这都差4.5啊，一定会差4500啊，十定会差45000啊。所以要舍得啊，不要舍不得。那橘子今天破了平台之后，它还会再回来年线，等年线重新再买回来就好了嘛。啊，不要舍不得啊，该卖你爱敢卖才会使。那1102亚尼，我没有卖啊，今天亚尼很漂亮啊，还是很稳啊。那你的高抛不会都 OK 哎？我们是29块钱这里买上来的，他目前在做中段整理，领先做中段整理，随时会再喷出去。好，因为离岸风电6月份的竞标，那你买我参加。那同时，大陆的水泥价格持续在涨，5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股价连净值都还不够，这个股票安全。所以不是所有股票都需要卖。有些在底部的个股你都不用买嘛，懂意思没？可是如果涨很高的，
啊，气伤高你就爱买，涨很高你就要卖。我昨天免费送给大家这一份40档业绩很烂又涨太高，这40支都是市场目前最热门的哦，都是目前最热门的股票，这40档都是最热门的。我昨天送了之后今天全部暴跌，今天全部暴跌，很多档跌停板啊，今天跌停板呢，你看哦，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调出来给你看啊，我讲几支哦，你看信昌店第二支信昌店给我跌停板吗？在3630新巨科有没有打到快跌停？6182合金有没有大跌？6127九号跌甲啊，九号跌甲有跌停板吗？今天六七档跌停板，4976加0倒数第二支，有跌停板吗？其他跌6%、7%、8%的不在话下。我昨天特别讲，这40档个股，这40支股票最危险，因为又没有基本面，又涨太高。当大盘不稳的时候，当主力跑掉的时候，它下来吼，好像踩到地雷一样。会受重伤，所以昨天很多人打电话进来索取，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拿到，因为电话打进来，我们线上只有12个工作人员，可能你一直打不通。我今天在开放一天啊，如果你昨天没拿到的，昨天有拿到的，你这样一对之后，你就知道这40支股票今天全部暴跌，啊不要紧，明后天今天已经有些弹上来了，明后天会弹上来一波，趁弹上来的时候。如果你有的赶快解码，赶快解码，如果你没有的千万不要跳进去，不要主力已经来不及卖了你还进去跟他换手，这样就不好了、哦、我今天在开放一天，这40档个股你需要的人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免费索取，我希望能够帮大家避开这40档个股最危险的行情。索取专线02-2392-398802-2392-3988啊，需要的人你打电话进来免费索取。行情其实不难，你每天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行情其实不难，大盘有固定的规律在走，我长时间在研究时间密码，研究时间周期，时间周期你会运用高点的转折时间，底部的转折时间，你会事先知道，你就不会追着追着去追到最高点，套一熊关掉，也不会杀着杀着去砍到最低点，抬个熊给点起，就不会有这些现象出现。你看这张图表我用多久了？从4月26号用到现在，这已经是用了快2个月图表了，我还是重复一直在用，让你看到，从去年10月到现在，加权指数一直在走一个固定的规律，25天。一半13天，24一半13天，23、24，所以当时在4月26号的时候，我就预告，当时美中贸易大战的结尾，加上台积电法说会，很多人都说这里崩崩崩啊，我说不会，因为反转时间到，年线会守住，所以讲完之后，台北股市涨了一波上去，我供完料马上涨了一波上去。这个就是时间密码，很多人当时砍在低档，在低档放空被嘎上来，我说还会再涨上来，果然涨上来了。那上来之后我也跟大家预告，这次踩了两只脚，像这种踩两只脚的，从第二脚起算25天，我们来算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天，就正好第25天在高点。所以当时第25天到的时候，你去查我这一天的节目，这一天是6月7号，啊，这一天是6月7号，往后连续几天，我一直告诉你25天喽，涨25天喽，我一点的铁气，这就是时间密码。哎，光是这样下来就400多点了，安尼落了四百几点嘛呢？安尼落了四百几点嘛呢？
我上礼拜一直在卖股票给你看，你每天有看节目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我顶礼拜一直在买股票，一直在买股票，而且要告诉你，要懂得见好收，要懂得见好收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样四百点下来了，很多人舍不得卖，很多人拼命买，在高档买了一堆股票，买几手，结果到现在都不敢买，然后只是这边一直讲，压回就是买点，绩优股压回就是买点。会员又不是每个都是开银行的，能够让你这样一直买买不完，股票一直不会都免买，家里开银行吗？不可能嘛，会买要会卖，有进要有出，不是一直买，买了一大堆，细心元也买 ，MOSFET 也买，被动元件也买，什么都买，好，连蛋公司投机股也买，反正看到涨停就要买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那个都是兵家大忌，不会上来做股票的。我只买底部的绩优股，该卖我会卖，我的股票不一定是最标的，可是该出我会出。对，我的股票不一定是最标的，可是该出我会出。6180橘子，我低档买80出一半，今天67全出，买20几趴，买就好了啊，是不是？102亚尼都是底部的股票啊，我这也卖不卖啊？8429精力底部的股票啊，40%嘛是六 K 六底下来底啊，所以该卖你要舍得卖。大盘的部分，我昨天跟你预告，两日内守半年线，强力反弹，哎，今天出来了。今天整个亚洲股市全面大涨，你看今天整个亚洲股市全面大涨，尤其大陆，大陆被美国打趴在地上哦，他都敢站起来。那台湾呢？台湾这个26点、23点太少了，明天台北股市还会再反攻，因为连大陆都站起来了，甚至于今天一开盘之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今天一开盘，南韩就上来了，今天一开盘，澳洲就开高盘了，南韩一开就开高盘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大陆、美国大跌，南韩会开高？因为美中在大战的时候，他会占到便宜嘛？南韩跟大陆既竞争又合作嘛，在合作的部分，可能大陆的关税可能会有点受伤，可是在竞争的部分，大陆受伤的部分他会受惠嘛？所以南韩今天一开盘就上来啦、啊。你看新加坡也是啊，日本也是今天一开盘就上来了啊，就亏得背起来呀、啊，大家给他们起来呀、啊。新加坡也是，新加坡今天也是一开就直接上来了。啊，亏到背起来啊！香港今天一开盘之后，哎，连香港都不怕了，你怕什么？所以有时候不要一直自己吓自己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啊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但这一波上来，我要先跟大家讲哦，这一波上来只是反弹而已哦，这个只是反弹而已哦。为什么只是反弹？因为走25天的规律性嘛。行25天的规律性嘛，其实这个就是时间密码，这个就是时间密码，这个就是时间密码。你会计算时间密码的每个高低点的转折，你会事先就掌握到，你不会去堆下上悬，不会去抬下上低，你会懂得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。我们在六月底全套的课程就是要教这个几种时间密码的计算方法。让你掌握住高低点的转折时间，啊，你就会成为赢家。同时，几种倍数股的选股技巧，这是我们六月底要上的课。想要学的，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。我们六月底要上，报名专线02-2392-3988。啊，甚至于今天、昨天没有拿到这一张的，涨某杀掉的，我今天再开放一天，40档地雷股。40档最热门的股票，可是它却是地雷股。这40只你不会手中不会塞乌，这几天弹上来你要走。那如果没有的，不要跳进来。你昨天没有索取到的，我现在开放一天，一样是打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进来免费索取这一份。那你如果说想要跟我们跟你的人来学这一套，你也可以一起了解。我在礼拜六我有一场讲座，我要讲什么？这一波到底会跌到哪里？这波到底跌到哪里？
听无？这波会跌到多位？这两天的反弹都只是反弹而已。为什么都只是反弹？因为二十五天才刚开始而已嘛，二十五天的涨跌循环才刚开始而已。这一天转折出现之后，二十五天的涨跌循环才刚开始而已。这个时间上，它都是下跌坡的时间嘛。那既然下跌坡时间，它也不是一直跌啊，涨涨跌跌，涨涨跌跌，就像上涨坡里面涨整理再涨，前面这一波下跌坡跌整理再跌嘛，这边也是一样嘛。所以到底这一波会跌到什么地方？这一波到底会跌到什么地方？你要知道，你如果不知道，那就是瞎子摸象。假设如果低档剩下150点、200点，假设低档剩下100-200点，啊就不用怕，指数就在那边混来混去，你就不用怕。可是假设如果后面还有500点呢？如果后面还有500点呢？那反弹你该怎么做？这个你要搞清楚啊，懂什么？如果后面只是箱型整理，在消耗时间，当然你就不用怕，个股有低点你就买。可是相反的，如果后面还有500点反弹之后还会再下来500点呢？假设啦，因为我不想把答案那么快说。假设如果反弹之后下下来还有500点呢，那你该怎么做？所以这个礼拜六我特别为大家办了这堂讲座，礼拜六我特别为大家办了这堂讲座，到底这一波会跌到哪里，哪里才是真正的买点？到底这一波会跌到哪里，哪里才是真正的买点？那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，你该怎么样操作才能够赚到钱？这最重要的，除了资料目标会落到多位以外，同时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赚钱？昨天有人拿到这张表格之后，他问：“哎，老师，我放空的赛位，这个就很聪明，懂得举一反三。但放空有很多的技巧，放空有精髓，技巧性的东西，很多老师不会啦。”很多人做股票做了一辈子也没放过空，很多很普遍，大概10个老师里面有8个老师不会做放空。我多空我都很熟练啊，多空我都很熟练，我放空也是一把罩，所以我抓这些股票全部都是暴跌的股票。我这堂讲座除了教你会跌到哪里以外，同时我会教你放空的5个步骤，放空5部曲，放空的5个步骤啊，不会说要放空这只股票结果哇扛不掉，哎，这个股票要扛，这个没得扛。放空跟做多比较起来，放空有比较多的妹妹嘎嘎限制跟技巧，你要知道。那不管你空不空，听一堂有一个人教你放空技巧的，当成是一门专业的学问，可不可以说啊，真正学会走跟个不一样啊？市场上面有办法教你放空技巧的没几个人。我在这个市场已经30年了，我在投顾当分析师已经24年了，多空我都能够做得很熟练，做空比较有一些技巧性。在这堂讲座里面，我会教你放空的5个技巧，放空的5个重要的节奏，你要注意到的。这是一场很多人在其他节目里面或者其他老师听不到的地方。那欢迎打电话预约报名，报名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。所以今天2个动作，一个动作，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这份40档地雷股，这一定要向回，好，不然你如果手中是40档个股，会受重伤。所以这是今天第一个动作。那第二个动作，可以报名礼拜六的演讲。这一波25天的循环会跌到多位，我来告诉你目标，哦，这样你至少不会去做错掉。到底会跌到多位，同时会教你放空的5个重要的节奏。报名专线02-2392-3988，打电话进来，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